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又来到我们微神有声书系列哦。那我们今天呢，跟各位来报告一件呢很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我们在2019年12月29日礼拜天呢，我们举办了一个2019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那我们是在台北的国际会议中心是有一整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的一个这个论坛呢。那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准备的比较仓促一点所以事实上我们还是以用研讨会的方式呢在主讲者报告了30分钟呢给大家20分钟的交流时间哈。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总结了微神在这个整个成立到现在呢7年多里面呢所为大家打开来的这个所谓预言系列的一些天机哦。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还是以世纪大预言之圣人出世为主题哈。那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哈，这样的内容呢，我大致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从第一场这边呢，它的主要的这个题目呢跟它的我们来兼论一些不同的角度的一个小细目呢。那第一场的这个的论坛呢，我们主要呢来讲从东方的拈花微笑，以刘伯温百年石碑预言到西方的主的归来哈。因为这个是从东方到西方都一直同样在谈的一件事哦。那我们休息时间呢，可以交流之外呢，也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交流，也会跟大家介绍到复活节 Easter 的真实来源哈。这是东西方宗教界所不知道，1999年7月的东方圣人现身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那这个也是我们一般西方的朋友、宗教界的朋友所无法理解的事哈。复活节跟1999年7月有什么关系哈？那第二场呢？第二场呢，我们也是从大概10:50左右开始哈，到11:20我们一般的主题呢，大概有30分钟的主讲啦，好。那第二场的论坛主要是古圣先贤预言中的人类终极答案：我是谁？从哪里来？为何而来？在这里呢，在第二个小项目里，第二个小主题里面呢，就跟大家讲到这个非常严重的大事哈，说这个人的终极答案哈，这是非常不容易去解释清楚的。一般来讲，我们到现在就是哪怕科学多么发达哈，对人体了解到什么程度哈，事实上，距离真正的这个所谓宇宙实相哈，真正的宇宙间的真相这个观点来看到人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哈，这个差距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我们在第二场的这个论坛里面，我们也兼论到所谓的《圣经启示录》万王之王与烧饼哥这个所谓的千国灵王万主下界的关系哈。那这个是相关于就是也是以我是谁哈这样的一个系列来讲，来为大家来打开从西方的这个不同的角度启示录的角度，我们来谈到底我们是谁哈。那第三场呢我们在休息午餐时间后呢，在1:10开始呢到1:40有第三场的论坛呢，我们主要是讲到宇宙的沉住坏灭以56万年弥勒下世哈，弥勒弥赛亚下世的真相哈，这个是一个我们东方佛教界的很大的非常大的误解哈，就是误会了56万年的时间哈，是在什么样的空间展现出来的哈？我们会破解大家来了解哈，因为这件事情实在影响太大了，影响真的太大。在这个30分钟以后呢，这个交流20分钟的交流里面呢，我们还有兼论一下三界九重天以人体之宇宙结构，以一切如来心前身舍利之秘密。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到三界九重天哈，到底这个三界九重天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出来呢？跟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成住幻灭的宇宙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哈？再来就是我们中间台我们中场两点的到两点十五分有中场休息呢。那我们现场也有一些那个所谓的世纪大宴的看板啊，所以文创特刊哈，文创的特展哈，来给大家来参考哈，可以在休息喝茶咖啡的过程里面呢，来欣赏我们为大家秀出来的这些这些比较特别的这些一眼中的图片哈。那在第四场呢这个第四场的论坛2:20到2:50哈，主要来讲到这个推背图之龙华三会议第四个血量的启示哈，这个小括号里面呢是主的再临与圣人出世哈。事实上东西方都在谈到主的归来哈，主的现身哈，那我们东方比较保守一点哈。如果是宗教界来讲，佛教界来讲本身呢，寺院、寺庙里面本身比较少去谈到这方面的东西哈。那在民间倒是非常红火，非常热闹的有时候就是能够呢去探讨这种所谓的古圣先贤留下来预言中的给我们人类的启示哈。往往也有一些很特别的这种所谓的见解会被打开啊。那我们休息时间呢，在2:50到3:10呢，休息时间呢，我们也见论这个西方先知布拉瓦斯基夫人凯西珍妮雷克乔纳牧师的预言哈。就是说近代百年左右哈，这个在西方呢出现了一些预言师哈，是非常了不起的预言师，往往给我们的启示都非常大的啊。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有哈，我们的第五个论坛哈，我们第五个论坛呢，最后一个论坛呢，我们讲到黄河水清真龙出，以武侯百年瞻之弥勒下世冥王出世的预言哈。那事实上好多人都不太能够去理解弥勒下世冥王出世的事哈，这个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哦？光是一个弥勒下世就已经让大家等得非常头痛了，怎么会还有一个冥王出世呢？那这个就是我们从黄河水清这边哈，刚好2017年11月2日哈，这个关键时刻有报告到黄河水清了，哇，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啊！所以从那个黄河水清，我们来谈谈预言中所讲到的黄河水清跟人世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那我们在这个交流方面呢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到美国先知珍妮与华藏金刚上师看到的世界宗教领袖与火星男孩的中国指导灵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哦。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哈。一个论坛的一个议程哈，希望呢这次呢各位呢能拨空时间呢来哈，这是一个12月29日礼拜天的，这是一年里面今年的一年里面的最后一个礼拜天了。未来我们希望这个所谓的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能持续的办下去哈。今天这一次呢我们是做个示范，那我们就讲一天的这个论坛哈，因为目前还没有邀约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不同的主题里面的讲者哈，所以目前呢暂定还是由我们自己来为各位来整个把它打开这个天机哈。那期望的我们在2020年呢这个大论坛呢能有各方的好手哈，这高手高人呢这些先知们也好哈，都能够来热烈的参与哈，世界各国的各宗教系统呢也希望都能够来参与，因为用一年的时间来筹备哈，筹备明年的2020年台北国际呢宗教世纪大论坛呢来跟大家呢有一个更广方面的更深入的这种交流哈。
那这次呢，这个所有我们在2019年呢，这次的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呢，将是一个比较简单式的一个一个研讨的方式，大家互相的研究哈、交流一下确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内涵了、这些可能大家前所未有都没有听过的这个预言中的真正的内涵哈、因为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微尘本身就是这个创世的体系里面的一个传承者哈。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整个宇宙呢成住坏灭，这个宇宙呢很大的事情之下呢三界被创造呢，神以他形象造人呢，这一路过来到现在的一些天机哈。那所以呢，大家在听到这些所谓的为大家解开宗教界的一些迷思一些所不能理解的地方呢，其实各位也想想哈，唯有这个这个创世的一个系统啊，才能够这样来为大家来解这个所谓的八万四千法门三千六百法门里面的东西这就是所谓万教归宗哈，万法归一的这种所谓的一个关系哈。那我们这一次呢，先简单呢跟各位介绍到这个我们即将呢12月29号呢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2019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期望的大家好好的推荐给你的好朋友为我们这个推荐呢或是在 Facebook 上呢LINE 上面呢你把这个连结贴给你的好朋友呢，其实这是功与德无不可限量功与德不可限，就是功德不可思议既是一个这个积极的大德同时因为每个人都在修炼中呢，所以本身的这个功力果位 也在提升了，尤其是看到我们维神所为大家来解开的解天机其实这个不知不解给各位的加持是非常大的这是源自于创世主呢对所有生命尤其是对这个敢于弘传大法的这个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一种所谓的加持希望大家赶快的去呢，除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外呢，分享出去给我们的好朋友你的家人呢，你的这些事业伙伴呢还有这个所谓的宗教信仰的系统呢都非常欢迎大家的推荐哦。如果需要一些这个所谓的贵宾票呢，你也可以用 email 写给我们哦。我们的 email 是 go home 2010 GM 就是小老鼠 gmail.com 再讲一遍go home 2010小老鼠 gmail.com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有一些你可以跟我们提出了一些你的需求那我们会想办法为你保留这些位置呢，期望着我们的各宗教呢系统能够派人来参加我们台湾的五大的这个宗教呢这个所有的佛教界的五大的系统呢，希望都能够好好派人来参加。我们学校的同学们还有教授们呢，如果需要这个过来参观呢事实上也可以用 email 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会想办法为各位准备这些位置好，那我们今天呢我这个微尘有声书呢特别介绍2019年台北国际宗教世纪大论坛这个主讲的主题是世纪大言之圣人出世呢，希望我们这一次呢整个讲过了以后，大家都能够确认一件事情，原来现在是真的乱世中有圣人出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期望的大家呢赶快呢来帮去推广去分享去按个赞，这个都是功德不可思议的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